特别是说我们到现在已经撤村了，这三年已经撤村了，总共有五次的那个时间，这五次的时间撤村的是我们老百姓呢。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安全的话，我们怎么会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怎么会被撤村到别的地方去呢？莫拉克灾后重建条例的第一条就讲得很清楚，要有效的、要安全的、迅速的，要安置灾民。那我们请问一下我们的政府，这三年的时间，你这三年我们到现在一五二，人家都已经很多都已经入住在他们的各个永久屋的基地，那唯独就是只剩下一五二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困难？同样是也是一块基地，一五二的这个林班地啊，是我们周族的传统领域啊，我们祖先曾经居住在这个地方啊。第二个原因，我为什么不想离开我们自己的这个区域？因为我们这个族群一下到都市接近的地方，我们就马上就灭种了。尊重部落意愿，嘉义县政府加油！政府无感，灾民受苦。特别是说这块基地呢，那个青年关爱公司专家学者已经认定这块基地它的整个的第一阶段性的地址跟各方面都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怎么还会质疑？特别是说其他专家学者的质疑，他并没有自己提出一个客观有力科学的一个整个的数据啊，他都是很模糊含糊的带过，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落石哦，这个地方是土石流、浅石溪流，或者是说这个地方是断层带，我们的数据都符合原住民基本法、宪法，还有原住民权利宣言，还有行政程序法的相关的规定呢、啊。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政府这个执行单位，他就是不肯用最符合人权、最符合法律的规范，让我们尽速能够安全到这块基地呢？这是我们村民最大的疑问了、啊。